以及他成佛的时代的任何一个人的这种杀业都消除掉。所以龙华三会的时候没有一只蚂蚁被杀掉啊，没有一个人吃肉，这样积极的在忏悔。当然佛相好庄严，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这些都是百福各种圆满的善业的成就。那在这一点当然我们要认真的忏悔啊，特别现在这个末法，我们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有就是堕胎啊，古时候几乎几几乎乎很少的啊，如果你跟这个西藏人谈这个堕胎，他们是无法理喻。所以在这一点各位更要积极的求忏悔啊。所以我有一次在印尼吧，就是这个腰快断掉一样，连上个厕所都身体分两节啊，啊，这样的痛苦。那个时候也有人跟我说，我也相信，哎呀，就是因为我过去堕胎，我大学的时候带一个女生堕胎的一种恶业，让我痛成那个样子啊。我看到我的妈妈这样子跌倒，脊椎断了两节，因为两个堕胎胎啊，这样子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了往生，这个都没办法，永远这个腰都挺不直了，痛啊。所以这是我亲身的体验啊。当然，他不是佛教徒，他没办法来对这个忏悔，他只能领受这个痛，这个业啊。所以我们了解如此，光一个这样子就有这么大的痛苦啊，何况是其他的口业呢，最容易犯呢。所以在这一点维系上来讲还是很注意的，但是无论如何要经常忏悔。那做个菩萨不是自己没有业就算了，众生的业就是他自己的业啊，就像父母的业我们子女来替他忏悔一样，那更要像弥勒菩萨一样为众生而忏悔。所以把它养成变成各位日常生活的习惯啊，这个要经常的在佛前求忏悔，经常供养三宝，这样你才不会怕怕的啊，不但业障重，做什么事情做不圆满啊。就像有时候我们做十供养，我看到很多人从后面走到前面，前面那个盘子快断了，快断，快掉在地上啊，他就发抖发抖发抖，这么短的路都快跌倒了啊。为什么？这个叫身业重，平常很少拜佛供养佛啊，轮到他做食供养，那个盘子都快掉地上了啊。后来没办法，我们做食供养把东西固定好，免得走，还没走到前面就掉在地上啊。所以你就觉得不会啊，我怎么会发抖呢啊？这叫身业的问题，打坐也打不来啊，所以一打坐就要睡觉，胡思乱想。虽然你想要打坐，但是因为你的身的恶业重，甚至很容易生病。那这些当然各位碰到这些，你要赶快好好忏悔。修行最大的快乐是找到自己的缺点而愿意把它缺点忏除掉啊，进一步看到别人的缺点我来替他忏悔。但是千万不要说反正我就是这样我不会改变啊，那就不太容易了。有人念经都会念错字，为什么？妄语两舌啊，所以念经啊念不来。有些人很喜欢念佛，你念佛我们听得很烦恼啊，声音不好听啊，那声音不好听跟唱歌不好听一样虐待我们。所以当然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喝酒，那这些我看每个人都有犯。但是我们之所以超度众生，你五戒守的圆满的功德可以超度无量无边众生，戒的功德
因为所谓的众生或是他们在痛苦，就是因为他们持戒不圆满，甚至破戒，所以他们受苦。所以我们以持戒的功德、福利的加持，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每天都会尽量的超度，尽量的消灾。各位要多写牌位啊，也多为众生写牌位。所以你想得到了，报纸一看到，这两天加州一直地震，5点多6.1，那天晚上7.1啊，这就是一种国家的一种共业啊。那当然我们要替他们忏悔，身为一个佛教徒吧，是不分国家不分国籍的啊，因为我们属于众生的，就像我们出家人叫方外人士啊，所以任何一个众生，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我们心中的众生国家。所以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我们的事，我们要为众生来求忏悔。那特别后面这现在要念的这些忏悔文，我们一定要当作自己犯得很严重，千万不要说哎，好在不是我这样，那这样你就没有一个真实利他的心，好像比较关心自己啊。我想你的妈妈得癌症啊，那你那个心里的痛啊，这个没办法形容啊。当然有些人说还好吧，我一点也不觉得痛苦，那就我只能说你没有孝顺的心态，不容易培养这个啊。这个修行人他要有一种疼惜众生的心态，看到一只猫你心里都很痛，哎呀他在动物道，看到老人生病你更痛啊，因为别人的痛就是菩萨心中的痛，这个是最难培养的。你叫我们打坐啊读书啊，这可能还比较容易，要能够去感受到对方的痛啊，对方造一个恶业你不会批评他，这个才是大乘的发心啊，并不是说哎呦好在我吃素，你看他还在吃肉啊。所以这个悲心必须从你的心态而表现在语言上面，你看到造恶业越重了，你越想要温柔爱护他，不要这样，因为这个悲心才是最重要的戒啊，感受到众生一体才是真正的菩萨戒。所以当然我们看到这些戒条对跟错啊，千万不能以自己的对去看不起别人的错，所以要愿代众生求忏悔，甚至自他交换了众生的恶业都我来承担啊，你们都不要一点点的痛，这些痛都来给我。所以佛教徒也不能去看不起其他的宗教啊，甚至层次比较低的，对，都不能太苛刻的，我们要很认真的去感受到他的痛苦啊，很疼惜对方了、啊、我们福建话叫疼绵绵了啊，他一点点的造恶都是我的错误，如果我成佛了，我就有圆满的来帮助他啊，这样来看待。所以我想持戒也要有戒的悲心，而不能把持戒当作一种骄傲啊，我比较好。那我想在这一点我们在忏悔的时候更要以这样的无上心来忏悔。我们要引导很多众生来受戒，我想各位已经都受五戒了，搞不好受菩萨戒了，但是我们现在是要引导。但是你随便到街上去看啊，杀生的杀生，吃肉的吃肉，烤肉的烤肉啊，所以他们一直在造着恶业，所以啊，为他们来求忏悔，让他们有机会受戒。所以惊恐自己或众生无始罪业障蔽本心，污染生气，那你就没办法得到这个戒体。如果你身体业障重，乃至呢犯了很多我们叫遮难啊，你就没办法受戒。所以不堪容纳清净妙戒，故
先对三宝前自诚发露，当随我语求哀忏悔。前一阵子有一位女众啊，她就开刀，这个子宫癌啊，开刀，然后呢，她真的很认真的拜了一万拜，跑到这个佛牙寺里努力的拜，那就希望能够把这个业忏除掉。结果拜完没多久，医生说还是要开刀，他就有一点失望。我为什么拜了这么久，那个的业障没消除啊？他就想尽办法的找到我来了。结果我一看他相片，我就说这个人还想谈恋爱，他讲啊，他完全没有以这个断，因为他是因为破戒嘛，受了五戒，然后呢又犯了邪淫，所以就而且对象还是个出家人，这个严重了 所以当然他知道错了，但是他就赶快要这样忏悔，但是忏悔他这个淫欲心没断啊，甚至还有这个爱染心，如果将会有机会的话，对不对？他只是这个时候忏悔，他是怕生病发作，而并不是内心断这个，所以这样就不是真正的忏悔，所以当然还是有这个业报。这个意思是说，连这个冤亲债主都没办法原谅他，可能在外表上很认真啊，很认真啊，但是真正的忏悔必须从内心里面，除了自己不犯，更能够承担众生的业，那这样才符合菩提心。所以在这一点，我想外表上我们大家努力，但是内心里面的层次它是又是更重要的啊，因为菩萨是心界啊，菩提心是一种发心随时的念头。当你舍弃或看不起众生或不尊敬众生，那这个菩萨界就不见了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受三皈五戒十三戒八关斋戒，都是为了后面希望大家能够得到真实的菩提心界菩萨界啊，所以样样都会比较以代众生苦，替众生忏悔，愿众生受戒，你要祈愿啊，所以要观想了你带着所有的轮回众生在忏悔在受戒，要以普贤恨愿品的忏悔来忏悔。那我希望各位这两天早晚课休息时间，就把自己跪着自己念三遍，那也多去了解里面的意思啊。不然的话，我发觉这个末法就是人人都觉得我自己对了，那就是麻烦了啊，因为大家看不到真理，感受不了佛法，然后呢就很容易各有各的想法。所以当然如果你愿意承担，基本上你会升起一个很大很大的惭愧心啊，这个是一个修行佛法的基本入道之本，有了惭愧心就没有你高我低对对错错啊，别人越造业你越升起越大的悲心啊来承受对方的苦，那有这样子的惭愧心呢，你才能够升起真实的悲心啊。当然不然我们每个人在读佛经啦、研究经论啦、往往都认为说自己已经有了菩提心啊，如何如何，但是因为升起的这样，往往就没办法消业障啊，因为有这个分别心，就冤亲债主就感动不了啊。我想就像我在这边讲啊，我认为各位至少对我个人还有一点小小信心，就是好像我没有在骗你的心啊。如果连这个小小的信心都不行的话，你就没办法去感动别人来修行啊。所以我想修行我们不能用外表语言文字来代表啊，虽然可能过去我们有犯这些责难，但是各位已经决心不再犯，对不对？这个佛法最重要，过去我们虽然有杀生堕胎，但是我们现在决心不再犯。不但如此，我劝各位到路边只要看到怀孕的妈妈多念嗡哧林嗡哧林，
啊，愿你们母子平安啊，愿小孩子平平安安、啊。你就一直你这样去做啊，那你生生世世不会再去堕胎了。你听到别人要堕胎，哎呀，你想尽办法都要救他，对不对？叫你一个月赚10万美金去帮人家堕胎，你给你100万美金，你也不做这个工作啊，因为呢，这个就伤害到其他小孩子，你就不愿意去做啊。所以各位要从日常生活除了不造，那就你要陪花起这个大心啊，要救护所有生命。这句话最重要，佛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佛怎么想，我们怎么想，佛怎么说，我们怎么说。学佛嘛，学佛可不可以有个性啊？没有啊，希望各位慢慢练习啊。所以天天拜佛，天天看佛啊，就是要学佛的一切一切，从外而内，由内而心里面啊，甚至呢完全可为一体。我们可以，众生也可以，所以永不舍弃众生的去接触众生。那为了要让众生也成佛，你要表现出你的佛性，佛的身口意啊。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这个身体是个非常庄严的法器，眼神、走路、讲话，你要像模特一样，好不好啊？因为我经常在机场看那些空服员，我练习老半天，他走路这么好看，拿个皮包也好看，因为人家有训练嘛。这个修行呢，这个威仪要训练，对不对？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而变成内心发菩提心。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要学佛的一切啊，各位一定要串习，就是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啊。这个世间没有一下什么都会了，跟成佛一样。但是如果你自己懒惰，那就没办法。所以这个什么东西都要熟练，不要懒惰啊，要花心花力。要成佛真的是太伟大，太困难。所以这样的来赞叹佛，全心全意的要来学佛啊。学佛就是要真心的，佛所讲的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最殊胜的啊，不能有分别了，因为佛实在太圆满了。发愿，这也是菩萨道的基本，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佛。所以四弘誓愿才是我们的戒啊，以佛的愿做我们的戒律去实践，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无上心发心的戒律。我们这一次特别印了毗尼律要，就是说洗个手啊、穿衣服啊，都是想到众生啊，这样来守护你的菩提心。所以大家对三宝前，各位诸佛菩萨有没有来啊？所以不能骗哦，那要真的啊，令佛欢喜，就是要发心呢，发菩提心，愿成佛。所以要做佛的儿子，做佛的心灵的儿子啊，来承担佛陀的工作，普度众生啊，如来家业。那你要真发心，那发了心以后要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拿个水都想到众生都有水喝，对不对？替众生供佛，一切这个修行佛法就是要消除自我，简单的说消除自私，不要每天问得到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贪心，有些人连问题都很贪心啊，贪啊，贪的都是自己的家里的事情，很少去问别人，关心别人。这种贪婪的心去问问题，对你也没帮助啊！所以各位要想的，我什么都是想到众生。那你想到众生，你自己小小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不然每天都问个人的小小问题。这个四弘誓愿，各位要最好你要发愿念10万遍，
啊，不是嘴巴念，而是十万遍的发愿啊，就像各位在忏悔一样，你要念十万遍嗡班扎萨多哄，不是说我念几遍了，而是有十万遍的为所有众生乃至了解众生造的业来替他们忏悔承受啊，你要这样来警惕自己忏悔才有用，而不是说一个数字，就像念阿弥陀佛念十万遍，我是真心的真心真意的求愿往生净土，也愿所有众生都能够往生净土，要这样不断不断不断把自己的念头都朝向一种无我利他的念头，不能有私心啊，要这样不断不断的练习，就像各位常念心经一样，既然已经发菩提心为众生受无戒，应当知道戒的功德无法衡量啊！供一朵花功德就算不完了，何况持戒，你在这个世间布施百千万亿美金，所有寺庙都盖成黄金了，供养了百年百劫，这么大的布施功德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啊！何况是受无戒，更何况是用无上心来受戒，因为戒是一切善法的基本，所以我们叫愿修一切善，基本上就应该愿断一切恶，不要有伤害众生的心态，所以各位这一点要记住，别人怎么伤害你永远不报复，好不好啊？别人怎么骂你永远不顶嘴，你连家里人都渡不来，要渡谁呢？这个你要自己发愿，你不发愿这个没办法，因为我看有些佛教徒一凶起来，天哪啊，一开车的时候像在飙车啊啊，因为那个时候自己一些坏的本性都跑出来，是吧？那学佛是要从日常生活自然像个佛教徒啊，所以我想各位这几天我们应该每天选一个模范生，大家学习学习啊，大家往好处学，叫让自己改变，然后你这五六天学完了回到你的家里，回到你的单位，哎呀，他们会你去哪里镀金回来啊？啊，花了多少钱去美容回来啊？怎么那么美哦？啊，那自然美由心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一个修行人要如此，就像你看我们出家人要穿得很端庄，走路你看连走路都有功夫了啊，要练习多久啊？走台步一样啊。所以讲话威仪眼神穿衣服这些都在做给别人看，所以我们要训练一个法师多困难啊啊！因为法师是给世界给众生给诸佛看的，比模特还模特的啊，所以比领导还0000，领导是一时的，这个菩萨是永远的，是吧？那些祖师大德已经往生了，看那个相片我们就顶礼了，威仪多好，眼神多好，文字多好，他的心呢就是佛的心，对吧？所以各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愿力，我为众生啊，所以讲话要从今天开始讲话要稍微修饰一下，好不好啊？有些佛教徒平常好好的，看到师父讲话如小鸟依人，反过去骂人如乌鸦啊，拿鸡毛当令箭啊，一点都不像佛教徒，所以我也是看了摇头又无奈啊，自己做好吧。所以有时候我就问他，我都没这样骂你，你怎么可以这样骂我妈啊？信徒都是我的妈妈，不然他来干嘛？所以各位你要勉强自己嘛，这修行这样你才会知道什么叫业障消除啊，身心清净。所以这个修行要从日常生活看得出来啊，你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所以要这样去持戒，因由戒而得定。如果你戒持得好，那戒持得好必须要有忏悔业障，你业障忏悔，知见正确，福报够，持戒会让你有福报，那你自然
就会得禅定。说禅定，禅定不是静静的不起心动念，说万事万物你都做得很好，清清楚楚啊。我们叫对内的禅定，还有一种叫念下来办事禅修，事情办得圆圆满满啊。但办得圆圆满满也不见得说是圆，是真的修行，那个只是一个定而已，内外对内跟对外的事情啊。所以那些会计小姐账都不会写错，这个叫定，了解吧？一下给你多一个零，像我以前做生意多一个零，你看我多高兴啊！100万变赚1000万，回去跟我说多一个零，打你一下，多一零少一个零，这玩笑开大了啊！所以因为他没有戒就没有定，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一定要要求由定而会，这个会又分着个人的解脱会，还有利益众生的菩萨的智慧。所以个人除了平静无贪嗔，是如何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得度，要发广大心啊！但是你没有持戒做基础，那就没办法得这种定。但是你的动机很重要，大乘的戒定才有大乘的智慧啊！那由慧而得解脱啊，让自己让众生都可以解脱。所以各位，你要修行啊，修行真的像个男人，真像男人，拿个枪上战场被打死都甘愿，了解吗？你要活太久没用，反正活得有意义才有用。要从大处看，不要扭扭捏捏啊！所以有些人虽然出家了，不出家还没事，出家还伤害佛教，对不对？因为很多观念不符合慈悲啊，连世间的道德都不符合的话。所以这个人依教奉行，各位要经常跪在佛前，哇，我做错了，你就好好惩罚我。很少被佛惩罚的，都是被冤亲债主找麻烦了，这哪有在修行啊？所以真正是佛在打醒你，那才叫最大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很喜欢老和尚拿戒尺啪打下去啊，打到你心里面去，破除内心的执着骄傲。因为我们老和尚说不打不成器，对不对？光讲有用吗？所以打还不见得有用啊，有些人又不怕打啊。但是最主要是让你的心态，所以我老实说，我是被打出来的，对我有一点帮助，有一点点帮助啊，至少不会爱面子啊。所以反而要经常的检讨自己，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要苦，要苦念啊！希望大家学本师释迦牟尼佛成佛，好不好？永不退转，依教奉行，然后呢，这样念佛啊，来功德一回向，往生的超度，现世的消灾，世界就改变。希望加州不要再有地震，好不好？为什么？因为各位来受戒啊！希望欧洲的天气赶快转凉，好不好啊？因为各位来受戒啊！所以。希望各种的对立赶快都过去。如果大家发大心吧，以大家的发大心，再加上佛的力量，对众生、对世界的关怀的法力，那每天都怎么样的精进。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知者叫定力。
之前。